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您给大家讲讲如何灭妄想呢？就是您曾经开示我说，妄想呢是万恶之源，不能靠妄想来解决问题。师傅，怎么可以彻底的灭这个妄想啊？师傅，彻底的不可能的，你是人你就彻底不了，你只有到了天上啊，才能彻底。你只能灭掉大部分的妄想，就是说要修心呀。修心呢，不贪呢，不贪的话，是不是妄想就没了啦？对。贪什么啦？知足常乐嘛就好了，能够得到现在目前这一点，很满足嘛就可以了。好了。对对。听得懂吗？好。